没有关注，但是我看了你好久。不中，不点关注不加这钱。现在就点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咋这么完蛋呢？你是个人住了是吧？啊，这热闹呀！我看这咱还是个国庆节。啊，何章英，我朋友也看你啊，我朋友也看你，我们看一下。你啥时候卖了这车？去年十月，当时是47.5。你贷了多少钱呀？我还剩30万的贷款呀？还付了15贷了，剩下都是贷。你开了10000公里。哦，对。那你也不少配10来万。司机，就是。